我最后走之前，我拍拍他肩膀，多看书对你身体健康好。还有，不要怪我不敬老尊贤，老是生物退化的象征，没什么好敬的。你是天下第一吵架王，不是他叫我下跪，他们为什么要说要下跪？给拜啊！他们的神尊号称无极老母啊，说佛陀啊、耶稣啦、弥勒佛，全部都是他派来拯救世人的。嗨，师兄，给你外送来了。现在有在拍吗？有在拍啊。有在拍吗？有在拍。有些过激的话，我先不要讲。这边车干了，屌你啊！你完全不回来，回来给你滚。哦，你回来。我操！带10万块的货来让你挑嘞、师兄被毒到了。本来看到你想说你应该会先干掉一下，每天在放毒。没有，我不是干掉你们啊！我今天被人家叫下跪，我今天鬼不，我刚才做法完而已。我喜欢红色那。你喜欢红色？对啊。而且他那一颗的频率蛮稳定的，你从图片上感觉到他的频率就对，跟我很合、啊。没有啦，我带两种来要给你看。你看我才带几天而已。哎，颜色真的好像有变呢。那你自己带感觉怎样？耐看哦。你觉得它适合讲漂亮这个形容词吗？不是，霸气啊。它这个也不能说是霸气，这也没办法霸气啊。这个是带心平气和的。哎呦，这样没有被震到、啊？没有，我不知道。我突然间人往后倒。我叫副片导了，用力叫啊。你也当脚上来老店吗？对啊。你看我这块原矿，你看另外一面，这是 Mira 的皮，看到就知道频率了。感受一下这块，啊，你用灯照。干，这个漂亮。这颗漂亮哦。化石啊。水。加水啊。你如果要大颗一点的，我找给你。目前没有数据是客人带到爆的，因为我跟你讲，我不是跟你说过，他只怕热。除非说你去烧它，不然要带到爆。我今天从那边跪完出来之后，我体温飙到37度。你握拳头，那你是站在哪跪啊？我这辈子没废的，我他妈跟你姓陈。哎，在场全部都麻瓜，敢叫我跪？啊，结果嘞？他们连那个神像都没开光过，敢叫我跪？啊，你开去遐？把人拎紧啊！他凑缺人数，我去跟他凑个人数。然后很久没联络了。这个用 saving， 好，不要忘了 saving。形容一下这一颗啊，火焰红。干，这个漂亮。来，火焰红，来看一下，超红的，这一串超红的。我就知道这种血红，你知道？我特别有带三串来，要让你挑一串最红的。这种是不是就叫血玛瑙一样？是一样的东西吗？不是，它是因为我对矿石不熟。它是。大陆那边四川的那个南红玛瑙，你可以挑一串。中间，刚才串了。好，你大家看，尺寸不合的话，我现场帮你摆，应该是刚好。尺寸刚好了。这个尺寸真的很刚好。哦，要带另外一只手。师兄，那你知道我平常我都带什么吗？我带这个。我自己手上都带这个。没有，你们这比较浮夸。没有，那是面膜师，面膜师啊。棒。然后临时出事的时候，一颗拔下来，你要我可以帮你处理。没关系，袋子我蛮多的、啊。这叫锦囊，万一你疼的时候可以吃一颗。打开，哎，里面就出现了你需要的东西。打开了，遇到事情的时候打开锦囊，里面有些什么？保险套。禀主公，臣立刻率领2999人分成2999路过江去救你。这一趴应该我剪掉了。我们优子先叫子。啊，你叫我未？阿未啊，这久无入我的镜头。上一组人够吗？对，我就要回个。我心平气，还没心平气了，还没心平气。心平气，心平气。先等他心平气和啦，我们先叫吃的啦。随我征战沙场多年，伴随着我陪我打下 KO 三，还劲爆一点的东西吗？什么劲爆的东西？很多了，不然你带你开一家伙。师兄突然间说要给我拍劲爆的东西，我有点惊慌啊。我这把我已经开光过了。哼。这是算什么 ？BB 灯，我全部都泡过石油了。其实这是我自己为了一样，为了满足自己中二病用的。到时候就把那个，因为我自己有设计专门用的符纸啊，这整把枪都开光过了，就在符纸上面写对方的名字之后贴在上面，直接那就会中。一个月之内他妈必倒霉。你最近是走一个师兄村夫吗？诸葛村夫，你他妈！市面上这一串这一种的，
大概17米差不多都卖到3万多4万多，23米的一般通常有的都开到8、9万。这个成本跟市价大概我自己也查过一番啊，讲白了干，你如果真的要靠这个赚钱你也要死了。自己兴趣玩，所以我基本上给很便宜的价格。我这个都是有开证书的，这个台湾证书，像你看到的这一条，就这个啊，这台湾证书一张1500。其实台湾鉴定这种玉石类或者是这种矿类的资源也没有大陆那么多，不像他们可能有一个大的那种环境，都是交易所。对啊，我觉得像这种手珠类型也是要常放在手上盘玩嘛。对，它就会形成一个保护层，一般他们圈内的都说叫做包浆。啊，我是包金包银，金包银。还是你刚刚是要讲诸葛春夫？你他妈！沉积在地底下蛮久的，基本上都3000年以上。嗯，这块真的很漂亮，拍起来很像那个夜明珠哎。而且因为我这个光其实它是白光，它是365的波长，我还会用一个这个30倍的放大镜，然后它这个是也有紫外线的。我那时候看佛牌都拿这个，那个感觉就不一样了。给你贴起来干嘛不干哦？你知道看到你这条让我想到什么？你知道吗？想到什么？这个就是放在那边，然后你就跟他喊出来吧，神龙，这很漂亮，这个很漂亮啊。他那一串算是收藏等级的。我自己刚开始玩的时候也都要研究。我那时候也有买到假的，而且我买假的还花了10000多块。佛牌也是一样，就这种东西你都要先做功课，要先交点学费了。对，佛牌的水也是蛮深的嘛，超深的。那个颜色，你不觉得我戴起来刚好一样暴力吗？我要让你们都体会到我痛苦。一差没有看见了。痛みを考える、そしてここより世界の痛みを神は天性。火影忍者迷耶，再次跟以前不一样，知道差在哪吗？我们这次吃麦当劳，之前要怕老爹。妈的，会尊宗教也只有宗教本身而已。看，妈的，不要跟我讲宗教，以后你们别看到宗教，你们第一个先喷在场。你脸有加大吗？我有加大。啊，师兄有无？外带的薯条怎么这么少？哎呦，哎，不合理啊。那个如果有麦当劳的高阶主管，如果你们有幸看到这部影片的话，注意一下啦，外送平台叫来的薯条大薯跟中薯一样啦，我不晓得你们的那个加盟机制是怎样啦， SOP 咧，师兄给他假炸药，最后我还是有留面子给他，因为旁边他有其他人。他跟你讲怎样？他是跟你讲什么？他们说他们是从那个尧舜禹汤哦到孔孟老庄那个时候留下来的，所以叫一以贯之，然后我就开喷了，因为他们说他们都是遵循周礼嘛，所以要尽孝道那些干话。周礼当初制定来是因为以前人太迷信鬼神，所以他们要用一套另外的社会规范来去约束人们的行为，不要再迷信鬼神。你现在用周礼来造神，对还不对啊？现在骗大家都没得看谁哦。我跟他说我也是老师，他说啊没关系啊，大家教学相长，道不同不相为谋。你来讲啊。我最后走之前，我拍拍他肩膀，多看书对你身体健康好。还有，不要怪我不敬老尊贤，老是生物退化的象征，没什么好敬的。你是天下第一吵架王，不是他叫我下跪，他们为什么要说要下跪？给拜啊！他们的神尊号称无极老母了，说佛陀啊、耶稣啦、弥勒佛，全部都是他派来拯救世人的啦。各大宗教的教义本身就一堆矛盾的，然后你还去吸收一堆矛盾的东西来掺在一起，你也讲不出个逻辑。你只要跟我讲经典，你讲不出逻辑。